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先锋聘频道为您带来的2012年马来西亚黄金赛的半决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男双的半决赛，对阵双方是马来西亚的陈文宏、古建杰对阵塔扎里和拉蒂夫。而本次男双四强里面也全部被马来西亚队所包揽，古建杰、陈文宏是本次比赛的一号种子。我现在看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拉蒂夫。这位是马来西亚的塔扎里，29岁。拉蒂夫同样也是29岁，年纪的话比陈文宏要大了4岁。两人也是可以说很久没有出现在电视转播画面了，目前的世界排名63位。陈文宏和古建杰，陈文宏目前25岁，古建杰应该年纪和塔扎里他们差不多。那么经过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后，估计古建杰就会退役，届时马来西亚羽协应该会重新给陈文宏安排一位混双，安排一位男双的搭档。而在另一场男双的半决赛中，严德柴和王顺福是1-2，他输给了比自己更小一批的队友徐佳明和欧耀汉。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在2012年马来西亚黄金赛的男双决赛中，将会出现徐佳明、欧耀汉对阵古建杰、陈文宏的比赛。而前提是古建杰、陈文宏能够比较顺利的首先拿下这一场。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Muhammad Zakri Abdul Latif and Mohamed Farouz Rizwan, Muhammad Tazari, Malaysia. And on my left, Koo Keng Kiat and Tan Boon Hiong, Malaysia. Koo Keng Kiat to serve to Muhammad Zakri Abdul Latif, love all, play.比赛由古建杰发球开始。Go! Service over. One. Love. Up. 出界比较多。Service over. One. Oh.2-1。4-3-1。这个球，古建杰还是想表演一下。接外 correction up 4-2。目前塔扎里和拉蒂夫这对老将和陈文宏、古建杰打的话，在场面上占不了多大的便宜。这对选手最好成绩是在2006年在益阳举行的羽毛球世界杯上，是顺利的打入到了最后的决赛，0-2输给了北京奥运会的冠军基多和亨德拉。
Close. Service over. 7-4.那么也非常可惜的是，到上一站最后一站奥运积分赛印度超级赛截止，基多和亨德拉的一个世界排名奥运积分没有进入到世界排名的前16位。那么这一个选手及世锦赛奥运会亚运会有一生的这样一个世界统计的男双就无缘伦敦奥运会。那么同时将缺席伦敦奥运会的还有印尼的名将单打索尼，包括印尼的一对混双维迪安托和玛丽萨。维迪安托在2008年奥运会是搭档纳希尔，在最后的决赛是0-2输给了最后的冠军李龙大和李孝珍，而玛丽萨和林佩，玛丽萨那是北京奥运会搭档是林佩雷，最后在3-4名的比赛中是1-2输给了中国的何汉斌和于洋。而隔壁场地也看到索尼应该正在和哈菲兹进行男单的半决赛争夺。3-7-9 8-9先还是要在比分没有拉开的情况下啊，尽量打球稍微老实一点，别太耍太多的花样。10-8。Service over. 9.11-9，陈文宏、古建杰还是领先2分。那这个时候，从场上的中场休息的时候啊，看马来西亚的陈文宏、古建杰、拉蒂夫、塔加里都有自己的教练，那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20 seconds. Got one, 20 seconds. Ready? 11-9. Play. Service over. 10. 11. Over, 12-11. 这球是打到了拉蒂夫的身上，12-11。
城下网。界内。又是一个判断失误。拉利夫这个时候领先了两分，是5-13。踢球！加！古建杰整个场上跑得有点乱。说甚至怀疑古建杰、陈文宏是不是特别擅长打表演赛。很久没有打比赛的老将，包括之前面对印尼的一对小将啊，陈文宏和古建杰近期是两次输给了对手，也表现出了两人的，一来是状态极其不稳定，二来还是在场上的这一种做比赛的这种精神。在场面来看，拉蒂夫和塔扎里两人的进攻的意识绝对不会比陈文宏和古建杰差。
那这场比赛陈文宏古建杰也是过多的一个防守。到了19-15。那么也非常奇怪的，在前不久的亚通杯的比赛上，马来西亚虽然有两个队，但是并没有看到场上穿红色衣服的卡扎里和拉蒂夫出现在马来西亚两个队中间的其中一个。这些这个球的防守非常不错，还是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在里面。接球点非常的靠后，17-19，20-17，拉蒂夫塔扎里的局点。拉利夫首先是拿下了第一局，21-17。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先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12年马来西亚黄金赛男双的半决赛，由屏幕上方的古建杰、陈文宏对阵下方的拉蒂夫和塔扎里。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屏幕下方身穿红色衣服的塔扎里和拉蒂夫21-17是首先拿下了。现在看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Second game.Love on, play. Oh, service ball, ball.
service over. One lap.第二局开局，场上的形势有了一个转变，很明显的古建杰、陈文宏两人的对待比赛的态度和这种进攻的速度就比第一局应该要加强很多。运气球，3-0。塔扎夫、塔扎里和拉蒂夫拿到了第二局开局的第一分，1-4。防守的一方总是会处于相对比较弱，会处于弱势。陈文宏和古建杰开局4分领先的情况下，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Service over, 5-2. Ready?古建杰还是非常大胆。玩得有点过火了，这样的球。4-5。接到这个球，直接掉一拍直线应该会更好。6-4。是摆脱不了。那在防守方面，陈文宏、古建杰还做得不够积极。也有可能确实这一段时间两人的状态非常的低迷，很多选手除了郑在成、李龙大、蔡云富、海峰这样的一流选手以外，其他的一些小将都能够赢他们，暴露出了这个选手的极度不稳定。
7-7。4-8-7。那怎么摆脱？还是始终过不了网前。这个时候啊，拉蒂夫还想尽量将这个球压着往下走，塔扎里这个时候就有点没必要了，已经非常被动的球了，只能够将这个球拉起来。9-9。罚球失误。其实这一对选手拉蒂夫和塔扎里作为马来西亚队的老将的话，可能也是对陈文宏和古建杰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大部分的球都能够判断到，而且很多球路都能够封到古建杰的。11-10，那古建杰、陈文宏在第二局前半段只有领先了一分。11-10 play。11-10，古建杰发球。
两个人相互抢了一下。塔扎里想轮换到后场帮助同伴。12-10，这个对角线拐得有点大了，还不如直接给一拍直线。14-11，3分的分差。16-11。连续的失误。17。Service over, 12-17。漂亮。13-17。杀到这个位置，一旦陈文宏想去防守的话，也只能够在正手去用反拍面去进行接杀。Service over, 18-13。18-13，这样的一个比分，那陈文宏和古建杰有希望拿下第二局。罚球下网。想连续的将塔扎里控制在后场，那最后塔扎里的一拍轻杀，那古建基是将这个球顶出了底线。15-18。Service over, 19-15。
杀得非常靠边。这个点已经过了古，已经过了古琴节的那个和最好的击球点应该是在身体的右前方，但是这个球的话已经过了这个最好的击球点，到了后面，16-19。20-16，陈文宏古建杰第二局的局点。21-16，古建杰、陈文宏是扳回一局，待会儿双方将进行决胜局的争夺。20 seconds. Okay, ready? Final game. Level. Play.我现在看到双方决胜局的比赛，清掉一排往前，卡加里和拉蒂夫拿到了决胜局的第一分。是通过一个吊球。Service over. 2-1.2-1。漂亮。3-1。2-3。这几个球还是在发接发上，基本上通过3-4拍就解决了战斗。
机会，三十多吗？不，六。又到了决胜局，塔扎里和拉迪夫的这种进攻还是非常坚决。4-2。十五，姐妹。勾对角下网，4-5，古建杰、陈文宏在决胜局是落后了一分。出了底线，古建杰这一拍封的有点抽得太平。6-5。这个球就看到拉蒂夫和塔扎里在网前变得有点犹豫，他想要放网，但在最后出手的那一下还是选择将这个球推到后场。成功的换位，可惜。8-6。
拉蒂夫的这种杀球也是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可能体力的极度消耗，在后场连续起跳，最后一拍导致杀出了边线非常多。进攻的一方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应该是最容易出现的。 Service over 7-9。7-9。古建杰其实在往前的这种意识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就他个人的一种表现的欲望，而且过多的一个失误，也可以说是也带着陈文宏影响到了同伴。11-7，古建杰、陈文宏在决胜局是领先了4分，交换场地。11-7，古建杰发球。这个就是过多的防守出现的问题。两个人的重心都非常的高，而且退得比较靠后。擦了一下网袋，12-8。Service over, 9-12。
Service over, 13-9。还是要通过再往前的这种封杀。基本上两队组合想在后场，特别是在球回到位的情况下将对方杀死，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也是出现的非常少。两队组合的防守能力都非常强，往往最后都是通过在往前。杀球下网，14-9。已经很顽强地防住了，最后拉蒂夫在往前，塔扎里在往前的想要做个假动作反拍，是出了边线，是15-9。还是在选择进攻上面，连续进攻两拍以后快速到往前一拍吊球，这样节奏上的一个改变和速度上的改变，往往这样令对手可以说是来不及过多的反应，哪怕是上往前去救这个球，然后下一拍的质量都不会太高。10-15。又是一拍吊球。11-15。发球下网。17-11。在比分慢慢拉开的情况下，古建杰又开始了这种表演性的这种出球方式。Service over, 12-18。看一下慢镜头回放，也是可能古建杰料到陈文宏在补这一拍的时候位置上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好了。
来回的左右调动。哦，往前扑了个追身，20-12，男双比赛的赛点。Service over, 13-20. Game. 21-13，那古建杰、陈文宏还是最终2-1战胜了自己的队友拉蒂夫和塔扎里，顺利进入到了2012年马来西亚黄金赛的男双决赛。在决赛中，他们将对阵的是比自己更加年轻的徐嘉明和欧耀汉。17-21, 21-16, 21-13。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转播就全部结束了。在明天的下午2点，我们将为您带来2012年马来西亚黄金赛决赛的现场直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再见。